赖一下爸妈，投一票柯P。赖一下爸妈，投一票柯P。对于儿女来说，其实蓝绿之争真的不重要。那我们今天选择站出来支持柯医师，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超越对立、超越蓝绿跟超越色彩的一个就是新的世界，跟新的就是一个时代价值观。对，好，学员再帮我们念一个最左边那个比较有趣的内容。对，那这个就是其实这一则简讯是我朋友他之前跟他爸的对话。他说：“我爸，你为什么不支持柯P？”说：“因为他是政治素人，我怕他在执政上面很多地方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但是我们正好需要一个新的政治思维啊。”然后他爸就说：“不会啦，素人就会造成问题。”这时候我朋友就说：“正好妈妈也这样说，他把你的低潮跟素人有关的东西都删掉了。”对，好，谢谢轩宇为我们的分享，因为我们在年轻人有比较高的支持度的，所以很希望说年轻人能够不但自己要去投票，还要去跟爸爸妈妈沟通，是不是说服父母也投我一票。那他们一开始他们这个文宣组说他们只设计了什么简讯啊跟那个烂，你知道，不过我相信爸爸妈妈大概不是那么好收买的，只有简讯跟蛋，我看很困难。倒是刚才那位同学讲的比较可靠，你知道，最起码要聊天呐、吃饭呐、还要陪看电视，最好是帮忙做家事，你知道吗？我看只有传一个简讯跟传一个蛋说爸爸妈妈就被你们改变了，我看没有那么容易。我倒觉得是这样的就好像我在昨天的那个晚会讲的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推倒高墙的机会，把这场选举就是它一个改变政治文化的一个社会运动，你知道？我也觉得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疏离的社会，你知道？不但人与人之间疏离，有时候同样在一个家庭中父母跟子女讲话的时间也很少。其实包括我自己都一样。其实因为我老大是亚斯伯格症嘛，本来就不爱讲话。那老三那个是才高一，你知道？高中学生要准备大专联考也是我看除了上课都回家都在读书，你知道。反正那个老二每天一看到就每次我就形容说一溜烟就不见了，咻就不见了，你知道，不知道躲到哪里去。所以有时候当父母的也是很希望说小孩子会各种讲话，我倒觉得是这样的也利用这个机会，你知道，所有支持我的年轻朋友们利用这个机会，你知道，多跟爸爸妈妈讲话，你知道，只要你们愿意去开口，你知道，就算陪吃饭跟他一起吃饭，我相信付钱的还是你爸妈了所以不会用到你的钱，你知道，所以就趁这个机会多跟爸爸妈妈沟通了。事实上主要是这样的因为年轻的一代使用网络，你知道，相当多的可是很清楚的我们在就说年纪比较大的人他主要还是看报纸跟电视。那报纸跟电视当然一个是新闻另外一个就是广告，虽然我们在媒体的曝光度也算高了不过很明显的打到选战的最后那个什么业配的还有广告这个我们就真的是没有办法跟对方比的。那只能我们因为网络的传播是不需要花钱的，那所以我们也只能在变成要很多讯息很容易传给年轻人，可是要传给这个不使用网络的这种族群就真的有困难了，所以只能说透过网络送给这个年轻的一代，然后年轻的一代再去影响他的爸爸妈妈。这个会有这个 idea 是有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去拜访一个退休的国军将领也是当过总司令的，他就跟我说他的哥哥的孩子就他侄子来找他了，然后跟他讲说他投柯文哲，然后问他叔叔说你觉得我爸爸会不会投柯文哲你要不要去帮我打听一下？因为他不敢跟他爸爸讲话，你知道，可是他敢跟他叔叔讲。他跟他叔叔讲说，我要投给柯文哲，可是我不晓得爸爸会不会支持他。我就觉得奇怪，你不敢跟你爸爸讲话，怎么去找你叔叔讲话？所以后来才发现说，其实父母跟子女之间虽然是最亲密的人可是常常沟通的机会没有想象的多。所以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应该鼓励我们的年轻人找机会跟爸爸妈妈讲话。